大上个拜六开始出现问题。上个礼拜一、拜二在陈楚生医院里面过，拜二晚上回来，一直到现在咯。我可能是去神师道吃饭被蚊子咬到，晚上感觉到全身都是红斑，很痒，有一点担心，没有理由会这样吗？第二天我去看医生，医生讲可能是中了 Zika。